大家好，我叫丹思冠，六年级 H 班的学生。我今天要讲一个故事，我亲爱的妈妈。我有一个爱我的妈妈，她和千千万万的妈妈一样爱着自己的子女，但是在我眼里，她却是最伟大的。在生活中，妈妈是我的引路人，只要我做错的地方，妈妈就会毫不留情地指出来。即使我很不愿意，但我并不恨妈妈。但事后我会给妈妈道歉，所以我将是快乐的。我爱我的妈妈，她永远是最伟大的。谢谢妈妈，妈妈，母亲节快乐。